我们积压了多少砖茶？嗯，24的，有2000多箱，27的，还有1000多包，39的，还有1500捆吧，10万多两银子。嗯，这吴家这么一弄，咱这批砖茶再想出手，哎，难了。吴家情况怎么样？ 老爷，我都打听清楚了，他们采买了一批砖茶，明天就到泾阳。他们是从龙基站上岸，然后转陆路，再发往蒙古。老爷，我这儿倒是有一个主意。你说，你只需想一个法子，让这批砖茶在船上待上一晚上，剩下的。 那就交给我了，林掌柜。小花，哎，辛苦了，不辛苦。哎，这样，今日啊，你早点回去休息，啊。要不等这批货我们运上岸，我再回家休息。这所有苦工啊，都去了另一边，这批货要想上岸，估计得等到明日。没事，不着急。那我明日再来。啊，明日再来。好，走吧。都回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兄弟，先回去吧。那批砖茶已经运到码头了，但是码头既然连一个苦力都没有。 船老大的人会水，都没事。我们的人也都被救了上来。怎么会这样？都怪我！如果我不回家，就不会出事了。把你留在这儿也没用。我在船上安排了人，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船都靠岸了，怎么还会沉？少奶奶，少奶奶。 这儿还有，少奶奶，你看，这洞是让人用锯条给锯开的。没错，是故意被人弄沉的。多少茶叶进了水？5000箱茶叶，微星。 少奶奶，15之前我们必须出发，不然大雪封山，我们就走不了了呀。15之前，从湖北再运一批茶叶过来，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布老板，实在是对不住。哎，那也没办法，我们只有去沈氏茶行拿货了。今天只有这样了。 那我们之前的契约啊，没问题。该送你的股份，我们依然会送你。好，少奶奶，那我们明年再合作。明年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好，少奶奶，告辞了。那个小五，林掌柜，送送布老板。告辞。
究竟是谁干的？不用查了，肯定是沈家。王管家猜的没错，动手之人水性极好，能在水底潜行四分之一炷香的时间，不用换气。江湖上有这个本事的人，只有黑龙堂。我问过了，黑龙堂不愿透露更多的信息，只是说泾阳有个姓谢的托人雇他们干的。姓谢？没错，那一定是沈氏查行的谢尚德。这黑龙堂的人手脚还算利索，就是指甲深了一点，前后一共收了咱1000两银子。哼，只要这5000箱茶叶能够卖出去，这1000两银子算值了。效果倒是见到了。最近3天来咱们这儿拿货的人比前一阵子多了不少啊。一共走了多少？已经走了300多家了。还得再找几个大和尚才行。那是。老爷，掌柜，布老板来了。嗯，让他稍等片刻。好。老爷，这不，大客商来了。玉龙泉的茶叶尽毁，所以他们今年只有从我们这里拿货了。是啊，而且他们必须得马上出发，要不然回去的路就没法走了。这说起来，所有客商中，他们应该是最急的。既然这样，你跟他们说，第一，今年我们不降价了，价格比去年再上浮5分。第二，他们必须和那个寡妇解约，跟我们重新签一份5年之约。这恐怕他们不会答应。不答应，那就1块砖茶都不卖给他，让他空手回去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老爷，那我先过去。郭老板，呀，各位，谢掌柜，谢掌柜，老谢，你说这就什么事儿了？我在玉龙泉订的泾阳茯茶已经全部到了泾阳，可是全部都泡了水。哦，没办法了，今年的茶呀，全部都在你这订。哎呀，来我这儿就对了，没问题啊。请问你们今年准备要多少？啊，这样，我们几个总共12万块。行啊，啊，那。我给你们配上2000件24，行，1000件27的，再来上1200件39的。你看，一共是这么多银子。来，这，你不是说今年降价1成，这怎么又涨了5分了？布老板，有句话叫随行就市，这都过去大半个月了。啊，价格肯定是有所变化的。那年底返利，不能返我5分，得返我1成。嗯，没有年底返利了。这都没有啊？我这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得跟我签一个5年之约，5年之内，你只能在我们沈氏茶行拿货。但我跟玉龙泉已经签了5年，取消不就完了吗？那怎么成啊？那就不能怪我没法跟你做这个生意了。不做就不做。整个泾阳城这么多茶商，我就不信我揣着银子买不到货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整个泾阳只有我这儿有这么多现货。你们最好早点拿主意，我们老爷说了，3天之后还要再涨价。哎呦，我喝！不喝，不喝！涨价又不喝，等一下，等等，不喝。要不就在这儿拿货吧。他在这里坐地起价的，就涨了5分，我依然有赚的。是啊，
我可受不了这个气。如果不听他的，那我们这趟就算白来了。是啊，我们这后半年一分钱都没有进账啊，这样下去不行啊。这也太不像话了。看，怎么能这样子呢？头几天说好了要降一成，今天怎么又涨了一成呢？你别跟我吵，这都是我们掌柜的定的，你要觉得不合适找他去。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到底要不要？不要就走。你不要，我要。要就排队。看来我们还算便宜的了，只涨了我们五分。是啊，不合，要不咱们赶紧签了吧。刚刚在里面他说三天之后还要再涨价呢。是啊，不合。买吧，没办法。等三天再看看吧。哎，别等了。你看这么多人，三天后他们家的货都卖完了，那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了。是是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让我再想想。不喝。